7月29日，黎姿在微博中晒出一组生活照，并附文：“你们知道我又爱又恨的是什么吗？”今日份的黎姿身穿粉色衬衫和白色长裙，头戴草编花帽，十分休闲温婉，站在阳台上显得娇媚动人。黎姿还晒出了自己的一张自拍照，戴着墨镜和黑色的宽檐帽，依旧遮不住黎姿精致的面容。素黎姿还难得晒出了一张与三个女儿的背影照。黎姿与三个女儿手牵手并肩同行，三个女儿小小年纪都有着呼之欲出的大长腿，也是十分令人羡慕了。如此和谐暖心的一幕，让人不得不想到这是黎姿一家五口出游度假。而拍摄下这张照片的，该不会就是黎姿的老公马天强吧？作为妈妈，黎姿也是非常的贴心了，让自己的三个女儿走在阴凉地，自己却一直在阳光下晒着。这一幕让网友们纷纷猜测，黎姿口中说到又爱又恨的，应该就是阳光了吧？网友纷纷留言称赞黎姿，哈哈，第三张只有妈咪一个人在太阳下，一个人带三个女儿真的会累的，我的黎姿女神。